梦见菜花蛇是什么意思？商人梦见菜花蛇，可能表示你在经营上会不顺，会蒙受损失。孕妇梦见了菜花蛇，可能表示你在春天的时候会生女孩，而在冬天的时候都是会生男孩。恋爱中的人梦见了菜花蛇，可能表示最近双方的误会很多，如果不积极沟通的话，误会会越加变深哦。出行的人梦见了菜花蛇，暗示你在路上要更加注意安全问题。